这个孩子是北极的孩子，我不相信那北极的孩子能眼看着北极破产。他前有咱们产业的进攻，后有我们的痛击。开会的现场你找我？咱厂里现在还有没有安全管理、安全底线？还不是因为没钱吗？ 要打造一个传之后世的伟大企业，你别让我失望。抓住历史机遇，搞好企业，是我们这个时代企业家的天职和使命。要把我们大北极的精彩呈现在世界面前。